今天吃一个八拼千层，再配一个五谷鸡爪。现在吃一个红色的。特别好吃，里面很多坚果颗粒。再来一块。巧克力的，巧克力太好吃了吧，巧克力味特别浓郁。抹茶红豆的，这碗红豆稍微有一丢丢甜了，它抹茶奶油很清新。来切换一个五谷鸡爪，我买的是中辣，好辣。我待会儿要拿它来拌面吃。再来吃一块，它这里面的果酱还有果肉，酸酸甜甜的，特别好吃。